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来到我们古尊胜诉盘式点零。好，我是蔡宗远老师。好，最近连续的出现一个重挫哦，那指数的一个部分也快速的做一个修复。那也如同我先前跟我们啊、哦、这个投资朋友聊到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空方倒状，而且形成一个双重的空方啊，双、哦、重空方来。我们看到这地方有一个跳空多方缺口，然后呢，多方的缺口右边有一个空方缺口。 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好空方倒状，一个向上，一个向下。那紧接着呢，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多方的缺口，好一个向上，这里呢又跳下来，好一个向下。所以呢，形成了多重好多重大的跟小的空方倒状。那一般的空方倒状的右方右方的空方缺口，像这个地方哦。 缺口封闭在这个地方，没有有效的补缺，它就形成短压成型，啊，就形成压力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又属于一个多方，多方之后再一个空方之后呢，再出现这个空方试抢，连续的往下跳，啊，中继缺口往下跳，形成加速的一个效果。所以呢，这种空方倒状就支持短压成型。 那这个地方呢，代表它整理跟回档的时间是拉长的，时间是拉长。好，就是说呢，这一波它走的修正，好，这个时间会是一个拉长。但是呢，整体的大的结构跟趋势多方结束了没？同学，你看到这一次一次测月测季线，上一次测季线的位置在这个地方，哦，也是快速，速度快，幅度高，哦，幅度比较大。 但是呢，很快的就重回多方，然后呢，再前一次测季线也是在这地方，啊、哦，这一条季线，也就是说呢，季线在长周期就长线的一个结构周期当中，它有一定的支撑力道，所以呢，如果假设预计哦，它在这个地方呢能够支撑有手的话，那么一般往往它会伴随着迹象跟征兆，比如说第一个。 它 K 线的部分，它会留长的下影线，这个影线要多长呢？它要长到跟实体的比例要二比一以上，二比一以上，这个就形成一个什么呢？形成一个垂直线，好一个一个低档的垂直线。那垂直线由后面的 K 线决定方向，如果后面是一个属于阳线的，它就支持转折，好，这是第一个。那或者是呢？ 它能够出现有利的 K 线组合，比如说呢，低开之后收复到前面的中值之上，这个叫做贯穿线，也是属于转折讯号，这种都是属于有利的 K 线组合。好，如果它有出现的话，那第二个呢，它当它下跌的时候呢，它是沙盘取量，所以呢，通常往往低档区会有一些大量的现象，会有大量的现象。 先做杀低取量，杀低取量之后要转折上去，它要再做一次的缩量，要再做一次的缩量。所以呢，缩量之后，如果缩量低点未破，形成支撑有手的话，它就支持短线上止跌。那假设它要走转强，它就要站回去缩量 K 线的高点，就形成短转强啊。这是第二个一个观察的讯号。那第三个呢？如果说它要 出现明显的转折而上的话，后市就必须一定要量的连续扩量做配合，好扩量做配合，才有利于真正再重回多方，走出多方的一个结构。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先前两个两个一个重点哈，这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，它是由多方跳空缺口做表态。 但是呢，这里有个缩量，有没有看到这里的量？啊，缩到一个相对坡段小，然后缩量的低点有手，利用多方跳空缺口去转折而上，扭转短线上的修正哦跟调整，所以呢，它又重回多方。那再来看前面这一段哈，前面这一段也是一样哦，这一段是属于下杀的下杀取量，跟这一波比较类似。 往下做重挫，大跌内困三日翻黑，再形成加速落底，加速落底它带量，但是带量之后呢，同学们看到这一天它又量缩了，量缩的低点有手，然后呢再利用多方缺口做一个跳空突破，形成扭转，形成多方倒撞，倒撞之后呢再重回多方，所以同学很明显要等待什么讯号？你要等待呢空缺的快速补缺。 量缩的出现，还有有利的 K 线组合的一个出现，它就能够止跌转折而上。那现在这个条件出现了没？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大盘来看到，这个大盘呢，目前来看的话，它是这个样子哦，空方缺，空方缺，这地方还今天还有一个小空方缺，所以呢，如果假设在后面有个空方缺能够快速封缺，补掉空方缺，甚至再出现多方缺口。 再出现这个缩量之后的转折，低点未破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一个多方讯号了。所以呢，你要观察什么？你看呢，从从这个利空的测试哦，川普提到哦要付保护费开始，连续的大跌重挫、哦、，ADR 当天跌了八趴，早盘跌了六趴，后来呢，台积电就这一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大跌跟修正。但是最老是说呢，你如果这一波苦无机会上车的。 这个投资朋友的一个部分，刚好可以利用这一次找多方买点的机会。那多方买点的机会，关键的讯号在哪里呢？关键的讯号就是在于，同学们看赵赵老师已经把图画出来了。七月二十二号，市值之王台积电 DJ 的技术讯号，等待波段最缩量，然后呢，C 大于 L，支持就是一个机会，C 就是 close，就是一个收盘价。 收盘价大于好、啊，这个最最低价好，最低价、啊、就代表低点有手的意思。好、啊，低点有手，这个最低价就是最缩量的低点。好、啊，最缩量的一个低点，那就是榜首有手。好、啊，比如说我们来看到台积电这个部分，它最小的量能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低点在这里，最小量能的低点我们称之为 L，L 的部分隔一天你看到隔一天这里。 这也是 C 怎么样？C 小于 L，所以呢，低量低价空方结构这个未完，说明什么呀？新低量新低价支持空嘛？支持空的情况之下，短线上的回档结构未结束，还没结束，还没走完，回档还没走完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有没有？它在继续走回档。那后面如果再出现一个低量，这个低量能够低于二十 MV。 就是月均量之下的话，蔡老师把这条二十 m b 画出来把这条线画出来，对不对？如果后市再出现量缩到二十 m b 之下，二十 m b 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必须去观察它的这个这条线这条线月均量，它现在目前月均量的一个位置呢是四万六千。 四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张，好，四万六千八百八十一张。那如果能够缩到一半左右，这个地方是差不多三万二，三点二万张。如果能够缩到三万张左右的低量，好，三万张左右的低量。然后呢，低量的 K 线的低点有手，就要开始注意了，好，就要开始注意台积电的机会了。 好，这、就是我跟各位盯领的破段最缩量 C，如果一旦大于 L 之时，就是一个机会，包含了联发科也是如此，IC 设计之王跟市值之王这两档都是目前盘面上回档的指标股，那这两档个股拉回都是多方机会，因为长多结构不变，拉回多方思考不变，创高不追，顺势而为，拉回多方思考不变，所以呢，IC 设计之王联发科等待破段最缩量。 破断最出量，破断最出量的位置在哪里呢？它大概是落在这里。这一天的量最小是在三千五百张。这一天三千五百张，那只要说到现在目前的月均量大概是，这里大概是落六四四零，六四四零张。那如果说到一半，大概是三千两百张左右。所以呢，一旦量假设比这个量更小，但是呢量更小的同时， 缩量的 K 线低点没有再低破低，这个时候就是联发科缩量转折机会之时。所以呢，同学们要等啊，因为台积电你看到它七月十八号公布出来的这个季报啊非常好，台积电的部分你看到营收获利跟第二季创同期新高九点五六元，它未来每一季可能都到十块钱以上了，那本一比这么低。 这个股价现在目前九百四十块钱，现在目前股价多少？九百三十九，九百四十块钱，你本一比不到三十倍啊，毛利率就拉起来到五三点二个百分点。那随着这个三纳米，这个三纳米从过去的六趴到十五趴，六趴到十五趴，那这个先进制成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二，3, 所以代表什么呢？它的获利是成长。 毛利率是提高的，因为你卖的价钱单价更好了嘛。三纳米的一个部分已经拉到十五趴了，从六趴，去年第四季六趴，今年第一季十这个这个九趴，然后之后呢拉到了现在目前十五趴，代表呢这个卖的越来越好，占比的比例越来越重，代表呢它的获利越来越强。所以呢，台积电未来单季能够赚一个股本以上，这个都是可预期的未来。 那如果随着趋势不变、需求不变、订单不变、产业的结构不变，那什么在变？人的心在变。所以呢，我跟各位提提醒，就是台积电拉回来是多方思考不变，我们一样是找多方机会。产业大势所去跟紧的跟紧巨人就能够吃香喝辣。所以台积电，我跟各位提醒，最佳的时机点位就在哪里呢？就在于我跟各位提醒，缩量转折、支持多好的一个时机。 那最近呢，盘面上比较明显有相对强势的，都落在这个方向，比如说资本支出的冲高，设备股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这个台积电说要进军面板级的封装 P，这个 FOPLP，FOPLP 它预估二零二七年三年之后要准备做量产，所以呢，对的趋势跟对的产业就容易掌握住标股，意思就是说台积电如果要做，商机都很大。你看到像晶彩科、啊。 金彩科从四十块钱，六月二十八号做买进，之后呢，连续三天三更，之后呢，七月四号出现四根，之后五根，之后呢六根，紧接着看到第七根，对不对？第八根拉了一倍，拉了一倍之后呢，这个地方还创一个新高，创一个新高，最近走拉回，但是赵老师认为，它的题材性还在，多方的力度也还在。 目前是处于一个分盘交易的状况，短线上还是处于一个涨多做一个回档，但是回档我们估计呢，还是有多方再起的机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同学们，你看到设备股还是相对强啊。你看到从军豪啦，从智胜啊，这个君这个智胜对不对？军豪，甚至像你看到像这个豪，军华，这个 G Two C 加的一个联盟，都还是维持相对强势。 大盘在跌的同时，他们是属于抗跌的方向。但是呢，这里有一档个股，这两个股今天上午是出手，反而亮灯涨停。有没有看到？好，反而亮灯涨停。那同学们都知道是哪一档个股，这里就有了，对不对？FOPLP 概念股相对强势的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今天把一五一九的华晨全数做一个获利出清。 因为最近好像是发觉到一个现象啊，什么现象呢？就是呢，最近有有一群卖盘，他在吃法人 ETF 参与除息或除权的豆腐。你看到像像一四零二远东新，远东新除息，除息完，这也是除息完哦。那你如果有参与的话，啊，就配到了一点三五的现金股息。 还不错，那为什么这里有一根大黑 K 呢？因为呢，最近发觉到呢，有些有一部分的买盘，他去参与了这种高值利率或者是配息的好股票，这种成长好股，然后呢，赚到了配息之后，赚到了配息，开始在当天做了价差上的操操作跟交易。 就是呢，我参与除席，但是呢，我参与除席完之后，我开始大卖股票的意思。所以同学，你看到，你看到像这个，这个，今天也有一档个股也是如此，一五一九的华晨，华晨呢，在这个礼拜，它也要除夕有没有看到？电力变压器趋势不变了、啊。 太旧换新一样持续的做一个发展，三年之内成长最快的是大型电力变压器。当时邵老师跟各位提到的是六月份，当时我们提到的这几个题题材跟重点，告诉大家我们说思考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，你要赶快去做。当时华晨从九百八十八跌到了六百七十一，它跌了百分之三十。然后呢，我提醒我们所有的同学说，华晨你要注意它的买点，就在这个地方。 量缩到最小的时候，然后呢出现一个转折之处，形成转折偿付啊。当时在六月五号，然后呢六月六号公开的提示，跟我们所有的同学叮咛，后来果然它涨到了一千块钱，对不对？见证历史啊！好、哦，来到了一千零三十，破断来到一千零三十。 后来见证历史之后呢，邵老师跟各位丁众说，他就走了一个震荡、横向震荡整理，一直到今天七月二十二号早盘之际啊，好早盘之际还在红盘之际，邵老师呢全数获利出清。获利出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最近发觉到除全，除权息最近有有有,有一批卖盘。 他专门在做这个图全息的价差操作，所以呢，我们随势而动，敌动我动，敌不动我不动。所以随势而动，那你看到，因此今天避开了大概这个十趴左右的跌幅。早盘的获利卖出啊，早盘这这地方九七二，哦，九七二，九百七十二。所以呢，整体的一个破断获利的一个部分里头呢，价差是两百八十二块钱。 整体而言也大赚了大概将近快四成，好，这是公开预告、公开验证。那什么时候进也跟你做预告，什么时候出，超好，师也预告的跟各位做一个叮咛。所以呢，我跟各位提醒说，操作上面、节奏上面哦、啊，它有它的一个逻辑性。 我也跟各位提醒说，你在这个时期里头、哦，把握住节奏，把握住重点，你自然而然能够趋吉避凶，掌握住该掌握住的机会。所以呢，欢迎同学们加入蔡老师的赖小老鼠聚业之力一六八，或者是电话的拨通零二二三六五九三三三来电跟紧脚步。今天这一波，如果你要掌握住像台积电、像联发科，甚至像低阶成长好股的机会，我们都欢迎。你可以利用，当它一旦条件的满足，一旦技术条件的机会的出现，那我们带领。 同学们，再一次的把握住这一次多方拉回好的时机，然后呢，再一次进一步掌握住财富倍增的机会。所以呢，我也欢迎同学们把握住电话的一个机会，或者是加上这个赖小老鼠 gsd 力一六八，8, 把握住电话的一个时机了。好，我们时间关系，就祝福大家操作顺利，下次再会了，拜拜。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